今天的下班走一走，带大家来到的是阳明山的花中。那在这边的山樱花呢，开放的花况看起来也有3到4成了。那这边开花的花况其实不太平均，那所以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择走到花中这边看看。那这边的樱花开的比较多哦。那至于在公车总站那边步行的方式，大概走20分钟，或者是1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花中这边。那在那一条的路上，其实一路上几乎都看不到什么樱花。那大家如果想要在阳明山看看樱花的话，可以选择用步行的方式，从阳明山的公车总站大概走15分钟就可以到达这边哦。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这边附近的樱花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订阅、赞或分享，那记得要开小铃铛哦。